机会。1939年，蒲坚生短暂返台，与陈诚国之旅，陈子威缔结联立。1941年决定返台，更迭这块荒芜的雕塑原地。那爸爸坚持要回台，曹彰就送给他的徒弟10几张这个国父的照片，请他的徒弟带回去，说这个以后对你一定有帮助。果不其然，这个1935年陈诚国让他的岳父介绍他承揽了蒋主席总装像还有国务铜像。当时在资讯还不发达的时候，这几张照片就给蒲先生非常好的作用。返台后，蒲先生与台湾艺术协会成立雕塑部，1949年起应省教育厅委托主任暑期雕塑讲习会，长达13年的时间亲自指导，也曾担任过29次的省展雕塑类评审，培育出不少雕塑人才。这个台湾这一块土地，如果没有蒲先生把这样的雕塑计划，这个能够那么扎实的一步一趋的能够打下这个很好的基础，我相信年轻辈啊就没有那么顺利能够直接可以接受所谓的西方雕塑教育，所以它是一个对台湾雕塑来说历史会给大家一个公道。